开！吓我一跳！没有，我叫狗呢。叫王开，在我耳边，我吓我一跳。嘿，您还是志愿者，这么冷。啊啊！我这个我哥，因为你这一按，正好在走到我耳边。王开，快快！真贵。不换我也登记。老板登记。不换。不换。喂。快，不换登记。我这家伙，他登记就明明换，不换。我们连拿不当的，拿不适我狗啊，每天带着我来，嘿，都认识来。来，可看见你了。来来做核酸来了。哎呦，来耶！来，嗨嗨，来，你怎么跟黄毛学？对，跟黄毛学的。这老太太家里有一只狗叫黄毛，老拿绳子拴着。原来我这狗老到老太太他们家玩去，现在知道黄毛他们家老拴人。所以就恨上他们了，嗯。师傅，您把口罩戴上。哎，我马上就戴。哎，行行行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，要照着我戴这个。啊，您这做，啊，就是啊，谢谢您啊。真好，真好，没事没事。我做的都比人多，我每天都来一次。啊。开。哎，来。来，来，哎，来，哎，这孩子多狡猾，他不进来，他觉得这儿有奇怪的气味，他在外边等着我，你看。他狡猾吧？这孩子可狡猾了，凡是他觉得气味奇怪的地儿，他就不来。哎，我重新倒一下手，这样行了吗？谢谢您。我先把身份证收起来，不然我老丢东西。我爸说他待会儿有事儿，他们联系我，我接不到。没钱了，这是北京一动是吧？啊，北京一动这个。哈，把这个雕盘的。耳目喉舌雕盘的嘴，你看看，下边牙没了，雕不了了。该，他们都说做完这个，都带瓶水来，都觉得那个。那棍儿，就捅习惯了，每天就跟刷牙漱口，洗澡似的，洗脸似的，不捅两下，嘿，这精神振奋不起来，一捅我，立刻我就到高潮了，嗯，别人都是三天一捅，我现在。必须是每天一桶，每天一桶。砥砺奋进25载，携手再上新征程，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。这是香港驻京办事处。据我的脚程，3分钟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京办。地安门西大街71号，地安门这条大街原来就是皇城，
我小时候这有一个汽车叫四路环行，那是最早的一环路，四路环行往东边到北新桥，不是叫北新桥，东四十条，往南边到东单，往西边到西单，往北边到西四，西四再到什刹海，这么走过去。那天我看那谁，一个叫什么山鹰的，他说西单东单，他就胡说，他就说错了。快跑快跑开，快跑快跑，怎么他说错了呢？他说有个牌楼不对，西单是有一个牌楼，叫西边的单牌楼，就一个牌楼，对着长安街往天安门那儿走，那是一个牌楼，叫西边的单牌楼。东单也是东边的单牌楼，那就一个牌楼。西四是什么呢？西四是个十字路口，每个路口的每个方向有个牌楼，所以西四那边叫西边的四牌楼，所以西四牌楼。东四牌楼也是在东四，有四个牌楼，所以东四是东四个牌楼，西四是西四个牌楼，啊，不是一个牌楼，但东单和西单是一个牌楼，所以叫东单牌楼、西单牌楼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。现在还有外地人都说东四十条，不是四十条，东边那个四牌楼的第十条是。我老来献血，他们不要我这血，为什么呢？我这再生障碍性贫血，这血没办法献人了。这小孩儿有时候他故意不跟我走路，他多走一次过街天桥，然后绕回来吓我一跳。这小孩可坏了，这个小坏孩儿，有的时候他故意找一狗洞一钻，知道我过不去，他气我。喂。对，您那是公的吧？对，你是公的。对，他还是个小流氓，您看看。几岁了？十三岁。哎呦，都这么大了。对，所以老太太了，这差着辈分呢。老太太，我们九岁多。哦，九岁也是。老头喜欢老太太。老头儿喜欢老太太。我们就可哎，别买人家有急了。就是，您都知道老太太、啊。老头喜欢老太太，不能瞎闻，一闻老太太急了。他妈的不知道是干啥去了啊！这老头追老太太。我让你别闹，他要急了一会儿。他没急，啊，别急了吧？这一会儿急了，人家就烦了，没看上你。对，不是他弄一下两下行，老弄他就烦了，不过也没急，是吧？这老太太其实也喜欢这老头，喜欢年轻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他还追上他了。你看那小腿紧着，您带他上那边？对，我去买点吃的。哦，您住哪儿？住那边？我去护国寺小吃，对。啊。嗯，哎，你看他还前面堵着他，是吧？对，那意思截着。嗯，果果，咱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做饭去了。您就住这儿啊？住着百米。哦，那我看见过，他认识。我有时候那时候在这儿买完豆腐，冬天我就这儿穿过去。果果不追人家，咱们去那不会做饭去了，还等着吃饭呢，啊、有家吃饭的果果。嘿嘿，他也听话啊，他也听话。哟，照照，照照，人家那个明到时候再玩啊。哎，明天再碰见再玩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嘿。
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我就照您这帽徽。找人一会儿要个丸子吃，多要一饶一丸子，特好看吧？王凯，出来说说说，他，你说是不小是大？大大的。十三岁，十三年。那是小体的了。对。就这么大了。十三年。十三年。不进去不用测哈。对对，给我来一份那个。这里面还带着红箍呢，一会儿给你弄走，把你给做成狗肉。你买吗？我先买。然后他替我排队，啊，排队，他还会加塞儿，排着排着就跑前面去了。去吗？开开，走了，走了。这是叫华天小吃，每天来人给他一丸子，他就不想走了。以前这儿有麦当劳、肯德基，好像人都回美国了，麦当劳、肯德基都没了。我洋炮特喜欢麦当劳、肯德基，嗯，民族食品，我给他使劲灌输，他才吃护国寺小吃，吃丸子是丸子舞的，啊，就跟老五似的，吃点呗，喝点呗，点儿都没有。对，做就是他是，他特有女性意识，特喜欢洋事的东西。乖乖，哎，说人家说。它只有舌头跟四个脚的肉垫能够散热，所以它到有空调水的那种地方，它把它的四个爪子都进去洗洗脚，一洗脚就降温了。开！事儿逼的，王凯来，还没找你来呢。不是，十三岁了。十三岁了。对，他都懂。这不就是这是那个哈士奇阿拉斯加呀？就是雪橇狗小品种。啊、哦，有戏。我们家那个这么老都这么大，对。他还不叫唤，还他不叫唤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嗯，温柔着呢，特温柔。对。对就粘人，粘的厉害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那就他碰见那滋哇乱叫那个装逼的。不成，其实越大狗 越温柔。哎，等着我，坐，坐。哎，坐，坐。我买完了，就在这个路口等你。那就再见了。哎哎哎。他也是去买馒头。移民啊，移民漂亮国了。说在漂亮国老能看见我的视频，哈，老能看见我视频，特爱看我视频。他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，他
他爸他妈都是305医院的，305医院就是中南海给伟大领袖设的那医院，在文津街的边上，浮游街的北口。我们俩聊得特好，但我故意不拍他脸，他这边特熟，他现在去厂桥派出所去办手续，他已经移民旧金山，再也不回来了，想让他爸走。他爸他妈刚去世，他爸一个人在这儿。这是姚记炒肝，拜登来时候吃的那个。嗯，所以人老了就跟我似的，人老了哪儿也不想去。人老了哪儿也不去，人活着就是一个文化氛围，氛围这字儿老被人瞎使给使坏了。文化氛围，氛围就是鼓楼下边，我本来想去栗子鱼买栗子，栗子鱼没开门，我每回来啊，都是让别人替我买，不然栗子鱼一看是我就不收我钱，我得带着我狗走远点，他看见我狗也不收钱。栗子鱼是在鼓楼东，鼓楼东大街，拜登吃姚记火烧那个，往东再走100米，马路北边，栗子鱼原来在地安门生意特好，后来强拆搬到这儿来了，生意就不如在地安门了。哎，这都是喜欢中国文化的，穿着西式的婚纱跑鼓楼这儿，跑鼓楼这儿拍婚纱照来。嗯，嘿，那个王开，不行，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你敢说啊？王开，快，王开，快！真贵！会跟爹买馒头了。好吧，夏天炒鸡蛋吃吗？不开。给。走吧，真贵。他在这个左边那个卖冰激凌家，原来有两只狗是他朋友，全死了。这边活的年龄最长就是他了。当年他是一小屁狗的时候，路过这儿。一只金毛，一只拉布拉多，他老到别人家里边去。